望病人的时候，通常需要送些礼品，可以选择送这些礼品。第一，鲜花。其实去看病人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会选择送鲜花，但是要注意，如果是哮喘病人，对花粉过敏的病人是不能送鲜花的。美丽的鲜花代表了美好的祝愿，能够令病人的心情愉悦，有利于康复。一般多选择百合、康乃馨、兰花、粉玫瑰等清雅、寓意又好的种类。第二，牛奶。有很多病人在住院期间只能吃一些流食，而牛奶无疑就是不错的选择，不仅可以及时的给患者提供营养物质，还有助于病人的病情恢复。第三，水果。水果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，对病人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送燕窝、舒淇和其他的保健品等等。